么不要那个？南瓜很赞哎、欸。跟爷爷讲啊，你要去哪里玩？去，不是啊，去哪里？去韩国吗？去加拿大？去哪里？你说啊，你猜啊。我不晓得啊，我要你说啊。你猜、啊。不是台湾。什么东西？每天都去台湾吗、啊？我说金。每天都在台湾、啊。金伯，你要去哪里玩呢、啊？去哪个国家玩？金伯城知道吗？知道。哪个城市？哪个国家？先讲。日本。啊，美国。啊，美国哪个城市？多伦多。不对，多伦多是加拿大的。小婷，你也不知道哪个城市吧？金伯，你知道吗？德州。猜一下啦。德州。不是德州，是我出差才去德州了。选项哦，让你选好不好？好。你看我没有选，他就会不答出答案了啊。为什么你可以出国？因为我考试很好。哪有都还没有考。